今天我们要加速完成鸵鸟保温房的建设了。有网友说我奶奶两只鞋子不一样，其实她是进鸡舍的时候换了那对鞋子，她出来又换了另外一对。天花板搞定了，就是这样子铺起来。主要是晚上温度低的时候，保温性好一点。因为这种是瓦房，瓦房的话上面太多洞了，而且太宽，我怕它保温不太好。就还差两个门，拿块木板把它封死就好了。从这边这个门进来，然后还差个地板。它咬得好痛。买了一个过滤器来安装。这个过滤器呢，主要是过那种大杂质的，因为从水井这里抽水上去是用的那个抽水泵。如果用那些过滤的很好的那种的话，很容易就把那个抽水泵给憋坏，因为出水量太小了。如果买那些出水量很大的呢，又很贵，要1000多。还有上次我接那个水龙头的那个，我为什么不用剪刀剪那个水管，要用锯子来锯？这个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剪过一次，一剪的话它那个水管会变形，然后就接不上了。这把剪不是专业的水管剪，因为它是剪树枝的。这条管就是我的水池上水管，装在这里的话就能过滤掉那些铁性。
今晚就先辛苦一下你们了，因为地毯明天才到，所以今天晚上也是没有办法。刚刚数了一下，总共有21个鸵鸟，如果全部卖不出去的话，养大了就有10只是我的。